哎，各位同学哈，迄、那个同心了哈，我们晚安哈。另外谈到啊，迄个今天我们总共有700多位哈。哎，今天有700多位，虽然那时候我忘记了，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也去插队。排了的时阵哦，看我哎呀，够剩20分钟要上课啊，然后稀里糊涂吃饱饭了，然后我去拿西装，赶快跑下来。我们今天问，好，我们在贡献那几个人啊？说今天700多位哈，700多位，包括的是讲我们中央内阁参众议院的人，啊，今天来来那个训练哈，还有我们新的一批啊，各位高级办以后呢，也会参加新的一批，但也差了个几轮各位料哈。我们要初级班、高级班，要进入状况就发了一点招，然后逐物逐前训练，所以现在我们五楼那边哈，200-300位哈，就是已经高级班过了，然后再发了一点招跟逐物点招。这逐点招明天呢，我们要跟他分发，你要当议员或者当阁员，我们要看他的兴趣。还有各方面的教育程度，或者你要到那个黑熊部队，喏，这个黑熊是美国以内些黑熊部队有橄榄核，因为咱台湾有个那个部哈，台湾自保的恶行嘛，所以美国刚刚利用黑熊，用黑熊部队好了，好，所以刚才也不喜欢那么多人了，我第二个排队个看火光还有时间。哦，已经很少了，稀里糊涂关假假的跟过来。那么我昨天到今天呢，有3堂课了哈，3堂课。那明天上午还有1堂课，但是不同的课。我们今天高级班的时阵哈，我讲的是个白色之恋哈。这个白色之恋有时候你字面上看起来不。为什么用白色的？那白色的对称是黑色的，黑色另外我们自称黑心啦、啊、黑的，然后黑哈、哦，有些的黑心的食品有无？哦，我们最近这几个月来的哦，就是有的顶心啦、啊、哈，因啊拢用有毒的物件好难吃啊，那叫黑心啊，黑心商人啦、啊，哦，要黑心的哈、哦，这种黑、啊。但的相对的变白了，那白的是什么？黑的有黑道，那白的可能也有白道嘛。白是比较看不见的，黑的看得有哈。黑道你相怕，你打我打你啊，顶多打全家。这就是所以他个人的伤害啊。但是白色的哈，白色的不是这样的。白色它是一个政策杀人哦，和你看不诶，用这个政策也让太郎这个白色，所以台湾历经28年的时阵呢，在50年代有一个叫白色恐怖，哦，白色恐怖有时候你看光上面叫白色恐怖，后你看不，但你心内惊呀，会恐怖，哦，你看光好像乌堆。我给你威胁、威胁有形的看有啊！我也得要也钱给你威胁嘛，恐吓，吼、哦！你看有会惊吓？白色你看无啊？但是呢，和你看无内底吼，有一个真严重的威胁在你台下，你袂当随便讲话，你行动袂当自由啊！喏、哦，你确实都有掠去，掠去会靠打、刑打的判多刑啊！所以你。比如白色你看不到的时候，那是威力比黑的黑的呢，你怕我，我怕你了，没什么的。白色呢，可以大腿给抓起来、哦、一个政策性的，你们的人不听话，你对政府不利，你三个以上就是参详对政府不利，我来给抓起来，给你判刑，较重的可以给你判无期徒刑跟没收你的财产，跟政府给你判死刑，把他枪毙掉。所以这个白色的非常的恐怖，我今天用白色之恋，这个恋话恋，较早用物件来恋的呀，这不是练功夫的恋，
早期的时候，老伯拢知影烟阿飘，迄落烟阿飘炼乳啊，迄年牛奶里炼炼乳，即卖阁有啊炼乳吼，好不好？用自己炼啊。阁另外，我们到美国之后，咱过美国的时阵，迄阵啊，高等法院阁甲阮搞一条嘞。本来我们咧伫美国地方法院时喏，第一，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。本土当然无国籍，中华民国国籍唔是咱的，虽然本土当然。第二，本土的当然无国籍性政府，哦，因为中华民国不是我们台湾的。第三呢，按照《基本上和美国》那个是咱在占领国。高中话呢，去了后，佫再加一条嘞。台湾人民啊，六十几年来生活在什么政治炼狱之中啊？来炼到自己炼了。生活在政治炼狱之中啊！所以美国高等法院搞不懂能够搞一条的，永远的行政部门哈，爱依照咱原告的诉求，履行咱原告该诉求的这了。所以过了是美国政府一直按照咱原告该过的呢，伊会调整伊的调整他们的脚步，所以美军一定会进到台湾，都由咱美咱一个国过的。所以白色之恋的时阵，老实讲的时，从最初1947年二八事件、二八事件的时，其实二七暗，不是二八，迄是同日发生的是27、27晚上，迄、那个阿婆啊叫林甘麦有无吼？伫遐咧卖粉啊，较早咱细汉的时候，那粉吼是一家一家摆伫路边摊咧卖啦，不是成金嘛。咪就干妈店啦，即马什么伊咧问来卖粉咯？看到那个一家啊，一个粉家啊，有无吼？咧卖。但是为了中国啊呢，伊就讲袂叫我技师的吼，就是因为我们不在现场啦。但是呢，一个事实是，迄、那个阿婆啊，总有趴死底下。啊，这个很奇怪的，这个阿婆啊，手无寸铁，你就讲袂舒服嘛，不至于趴死啊，对不对？迄、那个亚青啊，怕是中国人。来自七暗开始就有一挂人，过去28就是28，28迄阵时呢，好、人愈围愈济啊。迄个唔知有对出来了对啦，啊无人去叫啊，啊人出大队出来，愈围就好。来这的话，讲一下，你中国人怕咱一个阿婆安怎？好，规个情绪都爆发出来啊。迄阵也无行动电话，也无 BB call。安足奇怪，为延平南路遐总是安直直传为北部、中部、南部落来。阮高雄是落来个三月七号落来个高雄啊。这个中间呢，为台北来个嘉义有无？嘉义火车头拍到足侪迄落时哦，真激烈哦。哦，因要迄个二七部队伫在遐，就是咧到人家日本时代了，落遐因要含遐对抗。所以你也是讲，迄落。火烧高寮，安尼直直落来，什么原因嘛？你表示中国迄阵啊，英人撤退过来台湾的时阵吼，当时迄阵啊呢，头啊要该没收你的财产，就讲恁这拢日本的后裔啊。哦，因为我本身也是日本人啊，1940有无？一个算1929年迄阵啊，还等咧战争啊。哦，迄阵啊，我也是日本人啊，但是突然间规个弄个改做中国式的。反正许多人阿妈，伊就人过哩日本时代是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规拢改做中国籍的，所以咱今日美国，咱个要过美国，就是过这条，就今年的2月28啊，两三个月前，咱个过这条就是呢，无经过咱的同意，规个拢甲咱改做中国籍的。而咱的许多人，咱的阿公阿妈拢是日本人，为什么？咱生来在孙啊，咱子孙啊变中国人，就是咱的牛生出来变马啊。迄无道理个，牛生出来牛啊惊，那迄个变马，迄个是伊个人改，即国际个人改呢，这是足大个错误，伊违反了国际法啊。为什么国际法呢？当初1894年甲午战争，迄、那个战败了时呢，大日本帝国有无？伊就是接收台湾个朋友，就是大清帝国，伊安尼呢，伊战书啊，所以大清帝国皇帝时呢，把台湾个朋友永久。挂号大日本帝国的诶，迄落天皇就对了。所以咱台湾甲朋友，迄阵也是1995年了就挂号啦，含中国脱离迄个关系的啊。
因为迄阵啊，就无征求咱的生命的同意啊，吼、哦，爱、啊、就拍牌了，就挂好人啊，挂好人，恁初几嘛有上过课嘛吼？咱迄个地图起来，带一只贪牛啊，像一只蚕有无？迄一半的中央山脉移动的时阵吼，就无用出来，所以法国人当初维持了维系的一个所在。就大清帝国迄阵啊，有来台湾的时阵，就占一个所在，但是呢，一过台湾拢挂好人去。过了是日本的时吼，伊都要通知哦，奇怪，这日拄到迄个原住民吼，哦，含伊反恐嘞，原住民反恐，凶奇怪，啊，你咧清朝你拍输了好冤啊，啊，你现在你个反恐，因为我也不是清朝管的，我不是清朝的人啊，对不对？迄清朝没什么关系啊，嗯，啊你，你清朝迄边有迄边的西安话，我东华这边甲中华啥物含就无关的，嗯，啊你把书交出来，我隔壁拢煞卖出去。哦，出不出去，吼、哦，因都不放啊！一不放就是含啥呢？含日本哦，发生战斗，所以日本啊死伤真济，死伤真济了时阵，到尾日本好，无依照国际法，我征服你，我征服你就对了，啊，无法度啊，讲讲袂听，翻，啊，佮清朝佮讲，我著挂好人去啊，好无法度，用武力派部队过来吼，来征服迄落。迄个原住民即个只，所以经过十冬的时间哦，日本人死伤真济，拍把原住民的心了拢征服。所以伫1937年的时阵吼，他全台湾皇民化，就皇民化。所以即个咧选举连胜文，伊个无侯伯孙甲连前讲，咱只皇民，无唔对，阮老皇民都无唔对啊，伊讲了都无唔对呢，我是不是？咱是皇民无唔对啊，这哪有啥物唔对的？日本的时代，伫遮的时阵，咱细汉咧困，伫门口听，拢阿免惊贼仔来，对不对？拢阿免关门啊！你即摆你做剃刀，连剃刀煞该怪，迄个无同咧，无同时代先咯。阮有过过日本时代生活，知影两行比较，对不对？好歹是出来嘛？人是用法治，你中国唔是啊？你讲是法治，黑法的有钱判死，无钱判死的，对不对？迄叫做法治吗？迄个中华民国法律来时呢，咱家老百姓对袂信任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那日本台，你若犯到上家拖伊29天，就是25天啦、啊，无29天，没有超过1个月啊，啊，无你爱共家村啊，对不对？伊对伊所以讲殖民地人就安尼呢，无像讲伊中华民国来讲当作同胞，听不当就判10多天呢，从按一判了12个加3个变15啊。对不对？这乃日本时代就免一个月，就29天尔尔，就对你个对出去。但中国唔是，你没收的是财产，就讲恁这是啊日本人的财产，你没收的。了是咧，到尾呢，要甲通知讲恁就是同胞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归还上来祖国啦，你投怀祖国的怀抱啦。哦，安尼你同胞了呢，就用法律甲你凌迟，吼、哦，甲恁判，甲恁迄个修理，就是安尼来。所以经过一段呢，咱台湾人是过得是真温顺，台湾人是真老实、真朴实、真纯真，的一个民族，你知影无？啊，这个勤俭佮兼打拼，从做牛做马都冇紧的安尼呢，做好官家就对了。所以中国人的时候来哦，看这阵成牛安尼，牛安尼好，做好做好犀利就对了，哈。啊，所以呢。因用强个武力嘞，就是因有钱。因这批是全世界走路的哦，上大批难民呐。你两个来算大批难民，你中国大陆离开的时阵呢，点社会派的、请派的呢，啊，就人民个掠细囡啊，滥竽充数，坏囡仔，一个囡仔时就出去买柴油啊，一插就插40吨啊。民进党当初的时呢，你和迄落遐什么所有英民呐、啊？哦，遐对国民党因反感就是这个故事了。四川遐时喏，一个囡仔，因阿妈叫出去打一些打油的，一打40吨啊。又出来时喏，就中国兵啊拢掠来台湾呐。所以遐上少年的遐青年军，甲即马也未第一代移民也未跳伊啊，迄就是上少年的囡仔军就对了。从出门吼、哦，总有掠来。所以一家因阿妈人在讲，啊，这囡仔是，这个要收囡仔，这个大这大学拢走对呀，啊，因在用，和国民党掠来做兵一只呢，一
个四十栋，所以因为这个故事用出来是了，因为老兵一直讲在返乡啦，要等于吼，迄、那个探亲故乡啦，要到开放探亲有无？系啊，是探亲的时呢，咱台湾这个话题流出去啊。探亲的各位，你会知影无？迄阵也是家己真多同情因，但是因这人无带你同情，因这关心的把台湾起来这呢。三小镇、四大镇，什么电器高山的时，有无？两迄阵呢，遐个旅行社人拢赚大钱啊！伊嘛过去了组团过了，讲来你买一个电锅，我就话这啊，贵伊乎你，大拢赚迄个差价。几大镇呢，拢写件伫澳门、伫香港，专门弄咧专家这就对了。所以咱要代票换美金，美金了是到尾也是因伫内，所以外汇存款因伫里起来，啊，咱伫里减去。为啥呢？咱拢讲。几百万人过边探亲啦、啊，所以阵啊，阮头下时喏，讲要硬要下定定要含去探亲中国去倒，结果你探亲讲你无亲可探呐、啊，咱台湾无亲可探都蒙掉啊，咱靠亲戚伫啊，恁在座靠亲戚伫啊，啊所以无啊，含咱都无关系咩？但你中国有啊，因来申请来探亲就等于啊，咱讲要探亲呢，伊讲你无亲可探呐、啊，你要探什么亲呐、啊？所以咱呢就写一个弯。你有日本啦、啊，有菲律宾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安尼坐一弯等于去佚佗消想啦。所以当初时呢，伊政策政策改变之后的时阵哦，荷兰台湾慢慢啦，这个血吼得流出来，流血，我你看无诶，一百万、两百万、三百万人数，这些人拢把台湾这带片换美金安尼过，所以阵来时阵，伫咱把代志第一界要中国去平下。那时阵，咱甲两千通万的人口尔尔，迄阵啊，两千八通万尔尔。但是呢，咱的外汇存款这840亿个，外汇存款，中国话这400亿尔，无咱的一半呢。但是经过这二三十年了时，你也看突飞猛进，并且连外汇存款加咱几啊倍啊。因头是咧，迄阵啊，11亿个人口，差了1亿个人口过正常诶。十个人口拢像咱四五十当人相像的，甚至迄个较内陆的所在，迄个便所无关门马紧咯，迄你若跍落，迄虫子就缩起来咯，哈、啊，迄缩起来你来对你对起来咩？迄阮有一届时吼，阮三王宫，阮个东港书记喺四川呐，啊，走到高速公路啊，走，奇怪，高速公路有油灯啊，佮毋是咧电话呢，油灯啊。哎，油灯奇怪，高速公路咧收费那样油灯的啊，落咱的灯啊咧点有迄落迄落迄落油灯啊火安尼啦，你看，迄外路落后就对啦，马紧咯，走到一个所在先吼来急啊，讲要小便啊，好啊就车停了哦，那上去，坐这边哦，咦，啊开了无三秒干啦就水走出来啊，那较紧嘞，啊就出来吼，唔讲啊就关个一个这边呢，这边先哦。嗯，阿凯都水出来啊，拢无讲安尼啦，我讲这心肝有怪歹，迄吼，迄原来这边吼，无爱讲，互恁家己饲就对啦。迄只本来有肉，甲劈掉肉拢无去啦。哦，这边吼讲虫也咬蛇啊吼，啊个就臭乎乎啊，所以本来肉足急啊吼，你看一个水涨出来，一个这边，我奇怪，哪有放住遐紧的啊？咱拢唔想，阿拢唔讲。即来作暗多了对啦，都唔讲啊，拢着家己饲。我是微信哦，原来就是安尼哦，吼、哦，迄个看到真正吼、哦，你就拢无去啦。闹一个迄公要迄个便所，迄虫老老蛇把紧哦，佮臭甲狐狸哦，根本都连喘气都唔敢喘气啦。迄、那个国家今仔日的时哦，伫个大都市咧大楼起起来，状态讲好啊，因那是外富如啊，迄、那个外强都外强。你们增加你也看嘛，你敢捌坐到迄个车开的时喏，迄、那个像咱较早阮高雄客运的吼，啊坐房啊有无？搁坐椅啊呀，迄、那个车尿到死啦！你阿个要坐到啥？阿边吼，迄、那个啥鸡啦、鸭啦，会当挂起来，含咱坐做伙的啦。伊个一个吼，一个迄个小姐，比分比阿有无？阿边在七位啊，吼，迄、那个专门了鸡啊、鸭啊呀、精神。含咱坐公车个，伊顶悬吼，迄、那个茶一杯贴咱顶悬个啦。迄、那个车你毋捌坐着呢？够啥呢？迄、那个车出去吼、喔，
顶悬一粒个大气球啦，讲奇怪啊，是迄气球咩？我来兄家输个啦，伊即摆吼，迄、那个气球一个出去，啊，拢消风去啊，就细细倒转来，要阁灌，要阁灌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家输啦。即、這个车我也捌坐着，恁拢捌坐着。所以咱今日看过迄边吼，吼拢是大五星饭店，啊，咧坐时阵拢迄个真好个游览巴士，真卡恁拢过。所以今日讲十三个人口吼。会当过正常含咱年龄才两亿尔，剩了十一亿个人口吼，就像咱较早增加咧过，迄种生活啦。所以今仔是拢伫咧嚣摆，透过媒体拢啊讲外强都外强。假如若强个时，国家袂讲吼两亿个甲十一亿个安尼过种人口啦。所以你若机会去中国时，卖伫大都市，恁做咧增加看卖咧，去来了看卖咧，安你就知影讲即个国家强还是弱了。所以咱卖讲中国迄个所在吼，老实讲，咱无计头去讲。但是呢，佫无多，伊处伫咱厝边啊，啊厝边有好厝边，有歹厝边啊，对不对？当大清帝国的时阵哦，伊挂号了，今仔日伊讲吼，即咱伊个啦，伊咧想看有甚关系滴啊？你大清永久挂号人伊啊呢？经过人有个呾日本来统治啊呢？你不过是日本自主大战的时阵哦，发动战争啊，就失败啊。失败逃离的啊，又怎样追啊？伫个经营之下，伊呢，伊放弃，放弃了，放弃啊，无放弃的主管啊，是管他管，哦，管他管他管呀。所以美国一借着这和平宪法，把日本天皇制度无废掉哟，这是真关键。如果日本天皇甲废掉的时阵哦，安尼咱台湾的地位吼，都唔是咱今仔论述所讲的啊，都无废掉伊。不会的，当然美国有伊个考量，伊替日本做一个新的宪法，叫和平宪法。所以伊呢，内底即马因个第九条内底的自卫权，会当说你拍我，我当该还手呢。即马对古尼安倍起来，伊个用行政命令来改啊，即马慢慢修宪啦。临时呢，你拍我，我当还手，我是自卫呢，即马慢慢咯、哦。要修改的时吼、哦，你卖甲挑衅哦。你卖搁甲讲着，甲挑衅我来要甲伊搏啊！就变咧。所以目前的时咯，因安倍迄、那个安倍的时咯，做甲二八二九，去美国的时你也看有够蛮子的无？七十当前是你要死我要活迄阵啊咧。同时珍珠港的时，你看死伤偌济人诶。但七十当后了，今仔日为虾米爱蛮子？因为要共同对付一个中国。中国这个崛起的时吼，伊讲伊了。我是和平崛起，迄是取咧讲和平啦。只着和平来底，阿不用也值得啊咧咧，哈，取咧讲和平啊。所以呢，伫骂嘴人，因老实讲啦，美国是拢看清楚咧，看透透咧，对，看出出来就对啦。你知影，用即摆经济力，即、這个经济力唔是本身外口生产力出来，是咱这台侨外侪几百亿甚至千亿个美金，我台票我过拢过过平。把咱工厂移过遐，把咱这边做了失业的，迄个政策错误嘛？我讲白色政策的时阵，咧太人是无错的，对不对？迄个政策的错误，今仔因的媒体拢替因咧讲话是，当时是用这个政策对咱台湾人有啥物好利吗？因讲给你们让利，是让啥物利？是咱的货伫老遐的时，伊今仔日大汉大尾啊！法老借着飞弹，甲你威胁、甲恐吓，文攻武吓，咱台南是有吓惊的。所以你惊了后，先呢开始用文的，文文来来。你若要用武的，全世界反对，我用文的，就可以经济用人弹，较早要有飞弹，才嘛人弹。因咱台湾人足侪袂堪得这人弹，所以各所在的工会啦，什么东乡会啦，吼、哦，什么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共生，即个家，即个什么会啦？吼、哦，公诶，公诶，母诶，即个什么什么国会啦？吼、哦，拢总诶交代。遐作者甲你说书，遐挂遐理事长遐什么话？敢讲你出飞机钱落去啊？过来呢？较早你讲讲食国民党诶，即卖只食共产党诶。哈、啊，迄时代咧变干咧，那过时间咧喊好咧，甲你交代，你若要出错哦。查甫，你若过想迄边，佮要创啥，拢甲你翕起来哦，拢会掌控甲你翕起来哦。你若毋是公务人员吼，迄个你若公务人员吼，就你个把柄佮落掉了哦。
所以拢唔知影过一会时吼，就要生查某创啥物，作者咱的干爹，伫遮好啊，公务人员、军人也好，迄、那个政府机关也好，毋知按来交代过，伊毋知影个放虎食草，互恁四界时吼，讲哦，要迄个饭店找小姐啊，歹势，伊拢用迄个针孔甲你吸过来，了后呢，就甲你联络啊，因过拢有记录啊。哈，到尾你寄乎你，你又要惊死的。讲你当时伫地道叫小姐哦，伊讲无啊，无，我来寄来，你着家庭计起风波咧。马紧的，我来个调政府单位，你头路都无伊咧。哎，大拢惊，唔敢公布尔。即马讲来，你阿讲，你啥物所在啥物，你当时啥，你来甲我讲。伊拢按一个一个，军人有军的作者有无？哈，涉入机密的迄种啥，哈，小寡钱尔，啊，就出卖，而且又六弱点用六条嘞。啊，所以咱台湾人不知不觉用这个改心吼，啊，就做咧小贪嘞，哈，真侪是讲好，啊，就偌侪钱，你拢神不知鬼不觉，你又唔知你涉入金票是诈骗的知影。如果是对台湾所有相关的单位，你敢听嘛？当然才会进来遮。要无够你听到，可以也能监听。来，你相关的你监听，你会记无？一个小将，就是泰国的有无？你也当下先落去啊！迄毋是因中华民国遮搞，讲以前是迄落出卖政府干点呢？是美国海外人监听到呢？有无判无期徒刑迄个啊？来小将啊！啊，所以就作者咯，出卖咱台湾。假假咱台湾领咱的薪水的，搁要出袂烂啊！迄个真可恶的可恶的即大家啦，啊！咱要靠伊报吗？所以为啥咱台湾政府来告美国来先呢？当作中华民国的时候，走路是什么人用军舰来载来？是你美国军舰才载来啊！今仔咱告你，就是你还去再走，啊，做要再对啊？迄你美国的代志呢？迄无阮台湾人要开始想讲，阮就改讲要再对你啊！你要想办法。当初你个在嘞，即马你在走，所以美国呢，伊也考量有啥所在会当走啊？一个金门，一个马祖，一个平潭。各位平潭吼，迄是阮台湾自己起的呢。马第一届时阵吼，伊最后半单要去选举啦。有人甲金门讲奇怪，伫你的这三单外吼，开一条三千几亿，遮钱吼用对伊。拢点点，甲人问出来了吼，拢也无答案。遮钱伊袂当讲提遐建设啊，啊！你问诶，可能就叫人遐讲啦。好，你卖问啊，卖阁问啊啦。那我这问诶了，拢无也无消息啦。即摆甲回想起来，原来遮钱就是使电梯啦。迄阵咱平潭迄边也无啥印象哦。结果为虾米呢？就以后呢，即要很落脚处啦。就伫第一代啊，移民，甲第二代、甲第三代，就怎个说错怪去批就对啦。啊，四个都无，也即个村的啊。恁的第二代、第三代，恁有当啊，大多倒转去，什么所在？平潭。伊无要你再倒转去，再难民啦、啊。中国是讲难民咯、哦，吼、哦，怎个说错在即批难民咯、哦？但是伊甲咱讲，他是农民咯、哦。你永远食饱永生的移民咯、哦，哈、啊，即批人一个月领一两万咯、啊，食饱永生。拢伫公园拍太极拳，啊！咱呢，阿公阿嬷呢，落去捡纸纸呢，落去捡回收呢，因拢唔免呢，啊！这个是因所的人民呢，拢犹太人家的人，所以家的人伫台湾，伊就要遭罪。人个屁股了是要有所在啊，所以用建设迄个平潭，用咱台湾钱去建设，一条三千几亿，我问你说，你有台湾头甲看台湾尾？伫阿扁的时阵呢，雪山隧道因为完了咧大工程哦，以前呢高速公路都已经完成啊，各个二号、各个十条东西向的快速道路，拢伫阿扁啊去完成的。所以你有目睭甲看，台湾头甲台湾尾，你有对一个建设，就恁个算啊为家人算啊阮高雄啦，对一道开安的清洁的下一种的。迄、那个大工程建设有无？无嘛！你会当看，你有当头伫个上升个单位就对啦。
拢无，即上对，即马较知影讲，就是建设平潭，平潭比台北两倍大，平潭哦，台北有够大无？佫比两倍大，即钱杀咱的钱才建设，因为呢，未来火车的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，所有难民的后裔就对啦，因有路通倒转去。中华民国为就是中国啦，干脆来中国，就是、金门马祖也是中国，台湾票我唔是。所以，因为咱提钱建设金门马祖，伊拉建设平潭，即留一个后步啦。啊，讲即摆来咱金门马祖吼，恁着管过啊。你较慢的哦，你着出国煞必爱那爱迄落爱签证。咱来遐金门马祖佚佗煞必爱签证吼，啊，必出国佚佗啊。啊，本来飞机坐咱过啊吼，较慢的，因为中华民国没有拥有台湾跟澎湖。所以为什么讲呢？美国讲你不是个国家、啊，所以咱今天头发你也清楚，他为什么不是国家？因为他没有法定的领土，中华民国没有法定的领土，因为中国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迄叫 PRC 啊。等你中华民国照过来先，你暂时和你孤立，台湾甲平湖和你暂时孤立尔，你一孤立三孤孤家的时候，你对中国大陆用棺材啊，来得不足。啊！以前讲我占据了我的歹势，国际有国际法治的。美国是本来是在占领国，伊用麦克塞斯一号令，就叫啥呢？叫蒋介石，你呢是万忠军的总司令，所以暂时来台湾做接收的工作。迄些呢呢啊，接收的工作不是来台湾配合咩合理呢？不是呢。所以给他证明下嘛，美国无承认一个国家。伊咧台湾人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因为台湾的心，本来你讲国家嘛，家己讲的，讲即咱拢住伫遮，你住伫遮所管是你的啊，那能今仔日恁来遮三日啦？你讲好，你遐济人即间厝大，讲恁的吗？唔是啊，恁来借读册，啊，楼顶借困的尔嘛，想考你走嘛？啊，结果呢，你中央咪个来遮讲，我困久啊，我住久啊，我的啊。你伫外口咧租厝，收管也毋是你个，你伫遐住久讲你个，毋是啊。但是呢，伊言要火，讲我的开罗宣言、甲波茨坦宣言，但迄是宣言呐、啊。但讲个迄战争的，那是1943年咯、喔。战争当然结束是1945年呢、欸。啊，你苏三等咧战争的时吼、喔，是台回乡公共的呀、啊，讲来，那战争了时吼、喔，无中国较早为清朝去吼、喔，无即摆兴翻。伊阵也是喏，世界乱糟糟啦。罗斯文讲也无好啊，那建了时喏，建起来时阵喏，台湾朋友形象也好啦，对不对？反正这个小所在哈，第一太平洋看个一点尔尔，哦，对不对？就是安尼。但是呢，战争煞时阵喏，无同啊，迄时的宣言台公共诶。但是呢，1952年的时阵喏，迄个旧金山合约，迄、那个国际上台来做一个呢，战争结束。用一个条约，所以佮定出来。所以日本的时阵，内底足清楚写的，遐第二十三条，就美军是即个只主要占领国嘛。所以咱今日告美国了的时阵哦，就用这条《旧金山合约》二十三条。是你美国是占领军，你为什么叫蒋介石、蒋东正来即个只时哦，实赖的不足。所以当然讲这段历史的时阵。伊曾经美国有支持，但是当伊升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了，伊就把这边的办杀了嘛，伊无能代表全中国嘛，这是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，所以很无奈。你本来伫联合国内底派些伊用驱逐出来，代表中国就是一边，啊你袂，佮袂能代表台湾甲澎湖啊，因为这毋是你的土地啊，你是占基占大尔，所以伊伫咱台湾用甚物？英文名你知无？叫做 Chinese Taipei， 我大家有印象吼。迄叫伊翻译叫中华台北，一奇怪呢，他用中华台北啊。啊，所以伊个主人公我袂使用中国台北哦，我用中华台北哦。而中华台北是中国那边的啊，中国北京、中国台北，伊即摆用哦中华台北 Chinese Taipei， 所以直接讲你就看到流氓的，迄个中国流氓伫台北的政府啦。你知吼，伊袂使用流氓伫台湾，伊爱用城市。日苏大战的时阵呢，
希特勒把法国打败，法国政府流亡队流亡在伦敦呢。啊，那个朝鲜那边呢，韩国呢，伊流亡队流亡上海，所以即摆战争了先咯，应该倒转去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合法的领土，所以迄、那个法国时呢，伊那先一个倒转去，佮倒转去德国去打呀，无德国有法国，所以因为合法领土。但是呢，为中华民国，迄种挂出来了先咯，落迄个招收用占去，你知道？啊，要招收用占去，即只落国国背，背不当起来，背后伫咱台湾呢。啊，你等咧衰小呢，伫只价格伫只吞格咧放晒呢。所以你即只招啊是无收当好倒等于。所以伫国际上先咯，他没有合法的领土，有法度啊，咱台湾人都有够戆的啊。伊即马开讲，我开放选举啦，我开放政党会当成立啦，好啊嘛，一定就参加选举呢。这个、选举都要延长中华民国的生命，所以呢，为啥咱台湾政府无参与选举，袂使选举就是那样。伊如果政府，咱必须要划分。你来参与选举的时阵吼，延长的性命，伊国嘴讲，你看我统治的所在台湾，好嘛，做位很荣辱，个会当参加选举。其实是流，伊是流亡的。啊！刘伯伊他想要就地合法，所以咧含在咱本土的人夹夹做伙。但是咧法律上那无人发现，无人去发现，就变咧迄个误哦，伊借壳上树哦。中华民国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南南做伙哦，何咧等啊等啊等啊等去啊，迄等来等去，咱就等死了咧。啊！蔡英文你无代表去讲，我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好。你中华民国简称中国，就是卖一中啊，两岸是同属一中啊，人家讲的呀、啊。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，中华民国简称中国。啊，你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嗯，按多台湾等于中国，中国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恨不得等，啊，一等、二等、三等都要等死了。所以这民进党是脑筋在你对打。你怎么也当讲为着要选举，为着要争取这大家的所谓中间选民的改观？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一起大固啊！哈，在这个所在要接科上诉啊，要上市啊，所以伊唔敢讲。老实讲，当年你若讲一边一个，未使讲是，那你变要独立吗？唔是，但你的选举是你安怎算，拢是中华民国算才总统。在中华民国，咱今仔日过去，第二次告他，那是最后可以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啦。咱个二月二八个过哦，过啥货？过讲1946年1月12日，咱所谓中华民国身份证是利用行政命令，行政命令没有法律，没有法源，鬼拢敢改600万拢敢改做中华民国的哦。这若无咱征求同意，也没有征求咱四大人、咱阿公阿嬷的同意咯，所以违反国际法，大家要来发现，我大家久啊，咱作者、咱的前辈，包括阮读硕士、读博士、做校长、教授啊，大家生活安定啊，无人去研究这个，无人发现你这错误的，但是中华民国这身份证好用好用，用了惯习啊，是安尼啊，啊，其实是错误的。原来错误是原来秘书长2008的时候，你2006正式给他提告，慢慢把这个实验哦给拍开，就看到真面目了。有先来，所以为什么我参加台民主，啊是那个请新闻节啊来上课，啊上课是要创啥物会？上课了讲，你三日搁加三日，以后三日搁加三日。中华中，你没来各位时间念了。你伫外口读册，一读了半冬，啊个一冬、第一冬、两冬、三冬就读，读到国考毕业，读到初中到高中，读到大学，大学再来硕士，我才个无头路，咱就开贵，你知影无？读到大学毕业就100万呢，几百万的呢？你今仔日读册时学的法律，免了几万块，外口讲你诈骗去了，你诈骗什么话？你来遮后家后大哥。各位呢，佮读着新的理论呢，咱较早用写几十单的呢，咱开偌侪去读遐册路用无？我讲外口你读十单，不如在遮读一礼拜啦。因为咧长时间互你麻醉，
对咱有啥物帮助？对台湾有啥物帮助？拢无。包括民进党咱支持的啊，咱标准的资深的民进党员啊，十五党出来，你都十五党出来，我继续参加民进党，把见到支持。为四人内底头班牛，把个头班牛个大下个头坎牛，最咱所支持的所谓本土政党啊，但咱唔捌，咱较早唔捌，今日知啥？今仔讲啊，支持就对啦，支持这个啦，把咱个只拿过来挂出去未啦？拢是一种啦情绪上的，唔知讲吼，你支持呢？吼、哦，民进党吼，那选赢啊，就食较大地。酸输吃较细的，你酸牙酸输拢有人吃，结果咱这戆仔咧出钱阁兼出力，咱投票好伊一票就够三十块，全台湾呐、啊，你乡镇长选举也好啊，里面也好，拢一票三十块，而选个总统，蔡文六百几万票，拢一个八千几万，那钱球队啊，迄种老百姓钱呢？政党五十块，四党咱两百块，咱投一票现了来，咱两百几块。啊，你啊个立法委员个加了个三十块，啊，市长啊三十，啊，所以啊议员啊三十。你看你投票时，我了偌侪钱？全世界都为，就是政党夹起来一老百姓，就是全台湾呐，无一个世界政党是安尼啦。当咱这代志个报告，美国知影是美国来惊呀？够安尼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啊！无你叫恁 CIA 来查看卖嘞啊！全世界都唯一的台湾呀，选举了个几号选人，咱票会了个几号伊？你我讲话人知影呢？哈、啊，迄、那个政党票咱个几号伊呢？好选人哦，不要低于5%，我们都要一票三十块伊呢。所以咧，过年代选举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开始咱老百姓的钱呀、啊？啊，选举的时阵哦，佫有两三好处啊。第一，对外讲，你要看，阮大陆有咧选举，阮民主咧，阮自由呢。你咧长沙国我无咧选举，我有咧选举呢。佮加少着选举的名，你夺取他们的利啊，因的利啦。迄种都来分赃啊，分赃咱台湾只老百姓，台无地的老百姓，佮人讲啊，我支持民进党，我也是要推翻国民党啦。即个拥护支持者，大人讲咧，即个口号真好啊！我支持民进党无唔对，本土的啊，啊我国民党欺负太久的啊，所以说情绪上的发泄啊，有对无对伊拢好嘛，反正拢有一老孽，是不是？对台湾改变无？无改变。你不管结果，结十个拢受伤，卖讲咧，总统你选对了受伤啊！你去阿比亚做的总统无？对台湾改变无？结果。和中国一直伫咧吞你，是啥物人动调的？我们台民政府动调咧。以后台湾老百姓感谢咱台民政府，咱若无隔壁国的先来，一直伫只喊做咱支持民进党，支持要对抗所有外来政权国民党的时阵咯，老实讲咯，买票买输赢啦，因有钱啊。后壁啊，电信董事长我也讲哦，我透过一个迄落教授。伫三楼诶，主政有办公室，伊三两步就到。我讲吼，你甲阿扁讲，因为阮有机会去伫阿扁诶办公室边啊国际厅遐，但无机会讲这个话。你说的阿讲，东山国民党东山第趁你总统选的有民意，赶紧甲清算掉伊。第二老百姓拍破啊，因为这不公不义的财产，你甲清算，老百姓拍破啊。第三。伊无当选了后呢，伊就无法度人选举，因无钱行无路，共产党是靠钱咧行路的，伊若无钱呢，条卡就走了了啊，伊就免选啊，那呢金主人共产党就欲缺不起啊，就帮伊啊，阿扁那讲你知无？我用我来记掉，伊讲咱就选掉啊，咱要有北等，安知吼？咱标准的台湾人，是咱有风度，咱有北等，咱袂像因咧中国咧遐残忍，遐个惨呐。有北等，我永远记条咧。你的转型正义就是安尼，去转无过，去用倒趴，乖个欺山落魄。中国人遐坏呢，你台湾人，咱标准的，所以咱台湾人咧朴素，咱的心肝软，咱知影对不对？所以讲，咱要有北等，今就是呢。
我用一个机会跟来讲的是吼，咱伫这个整个台湾这个过程内底，有一日因为感谢台民政府，所以各位拢是来参加这一份子啦。你唔当家己看轻咱家己啦，因为这吼、迄时机难逢，唔是每一人拢会当的。咱来时要甲这样身份证，如果唔笑呢，你这唔知有发烧无呢？你该蒙头该蒙蒙的，你这唔知发烧无呢？有时你也蒙到当去，是你发烧啊？你烧到唔知啊，无意识啊，对不对？我这较清楚，今日台湾是这个情形哦。嘛是利用伊即卖行政权的是一举安那呢？吼、哦，把台湾这个辣直直消掉伊哦。你若知影，咱的感受直直过是呢开放，直直开放直直过，咱遮是变作一个事业。咱的老百姓心哦，为了钱囡仔，要读大学，就学贷款，已经得要90万人啊，就学贷款这样生意啦。你若出来弄头路马进咯，会当行？唔是，毕竟要排这目的的。咱这里有一个政策，他们做政策的时候，以后就学贷哦，能赦免有无？这里有一句，我甲必须这样讲，讲者咱台北新增啊，有一个大学毕业的，规半当啊找无头路，伊就是就学贷款啊，结果伊人讲哦，毕业了找头路，但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一直无，拢靠四大人，吃四大人诶。但是呢，时段如果退行遐遐旧社遐遐贷款啦，有一日时段发到中海啊，写一个遗书啦，要自杀啦。你看吼，我讲的这种家己的老百姓，时段人双双归来哦，家己囝救哦，伊才讲伊囝吼可能要自杀啦。伊讲哪呢？伊讲吼，暂时无头路要紧，吼，咱出人来咱过。安尼，但因囝讲呢，自尊心受损，一个通通大学生呢，有一个趾高气扬呢，对不对？如果毕业了有头路，我再借屋会当行，不但无当行，如果靠时段行，要紧呢，如果靠时段生活，一个大学生自尊心受损了的时候，总会十楼哦，伫咧时段人头前。总跳了嘞，咱看到了哦，心凄凄烟呐。那是讲我看的镜头，目屎都要流了。什么时代呢？做这个，他跟这细汉的捏捏到大汉，他个大学毕业，这个是为了揣无头路的事，安尼跳楼自杀。律师当然是当机立断，把咱的政策来的其中一人，就是咱的迄个心哦。学贷款的人，咱台民众一律赦免，就是因为这个新增这个国数呀，新庄咱台北人呀，这类似这真济呢？为什么咱的时代，咱的台湾是印卡巴的时阵，为啥个变个老家人要自杀？有鬼口罩的？为何第二阵别个的是鬼口罩在自杀呢？人出去的世间无简单呢？为什么老家你需要自杀？对不起，家己马建的是，你只要相信有宗教存在，你来永远落入安那呢？六道轮回哦！你对你家己性命了，你自杀啦！你杀人也烧香，你家己杀家己也烧香呢。所以台湾这样子，所以台民主革命时代呢，就是要整个台湾改变，别来改变话，这些讲的真长，但是你必须要知影。咱有真济个咱呢个经济来源，比如说你开个足济，迄毋是支票哦，迄是真确实解讲个。台民政府起来时咯，把所有个，当然老人已经要讲啊，老人已经要固定个啦。迄个800块至1200块美金即固定个啊。为什么靠中午400块迄个压缩币啊？因为一般。喝高喝酒就给他800，台民政府这哪家对台民政府功劳的就给他1200。各顶官呢，为了残障人士需要人照顾的，有弱势团体，那给400块。安尼时阵呢，或者老人生活有尊严，
免伸手把那个囡仔饲死，讨那零用金呐、啊，唔免的，加上老年金，咱有清机啊呢，就可以个人富裕呢。而且过年时，我们那个包红包给孙啊呢，做一个阿公，做一个许多人，会当包红包给子孙啊时阵吼，你看你的自尊，你的尊严在哪里呢？你若无心要。阿公阿嬷还要冲啥？阿无钱，阿无红包，哎，说穿了，人的感情用这样维系吗？迄、那个长时间的共同安尼坐来，所以台面做的是咩啊？老有所终，老有所养。我是让厝人大时阵哦，迄、那个尊严才会起来嘛。所以为什么咱等老了年纪咩呢？跟美国计算好了啦，绰绰有余啦。咱台湾这钱这报拢是啊，共同这样。白狗抓鱼啊！你知影无？你饲足侪肥鸟鼠、肥鸟啦，可能食得散屁屁啦。今年那我就退休最多，退休了是领的钱，无属于在职了。但是呢，拢用种种的关系，搁啥呢？搁做另外一人工过，搁领奖薪水。安尼退休这有啥物路用无？失去退休的最多，退休就是没有后期的人。没有少年人去了工作，你给他为国家社会做出来，就干哪？给你那个国家的俸禄，有给你退休金嘛？给你生活安定啊！你过去啊，你那想过还是无你做志工嘛？真侪人会知志工啊！你学医的会当医，来得病医来得怎么志工啊？你读法律的有当医，去在那个法院来做志工，安尼袂占啥呢？袂占少年人的头路嘛？哎，这个国家人在兴，这个不是，那个军人、公务人员对伊个拢有关系，每一个遐中高小的职业拢找关系，大陆有一人工作，那个公务人员退休来干领钱，搁工作，多两项薪水，对咱就做下无薪水的，苦哈哈，政府无咧管这呢，政府是用遐标案，一只拢敢存几千亿个、几百个、几十亿个啦。拢老百姓在税金钱啦，但是呢，咱个来营养午餐咯、哦，32.5%的学生囡仔无营养午餐好食。有时候咱来看这吼、哦，心肝有够艰苦的。你今仔国民党，你若为了台湾，真正这囡仔是台湾的伊未来栋梁，你不但营养午餐啊，还一个食较好嘞，人口无爱。预算袂用编，一当加一两银也无编呢。用啥？拢给遐退休金嘛？遐肥鸟鼠、肥鸟鼠、肥鸟食的就对啦。人家这个工程一通就几十个、几百个，就苦无。所以咱来营养午餐，我为什么知呢？我上网讲较早认养十一个呀。迄阵我唔知讲到底有啥物，政府无的预算，无的预算。一边去编入去，所以阮做拢有宗教团体哦，各所在拢认迄三个、五个、十个，安尼认安尼认。即马知影了，32.5%，了100万人有32万人囡仔无营养午餐好食，结果肥鸟鼠、肥鸟食个不足足，迄有苦无？迄是心无伫台湾嘛？所以即马柯文哲一个起来先咯，吼、哦，因遐呢，用财团是要拗倒呢？迄看个知影，迄大家开吼千亿个哦。咱的囡仔食，囡仔食10档20档哦，够免便宜算哦，拢大有好食哦。诶，结果无呢。所以个人今天大家参加民主维新哦，咱来把这个思维顶抛开啊。柯文哲真济客人，你看咱的官网的款啊，真个伊作风都好作下咱的，作下咱的台湾民主府啊。虽然谈出的歌词，以前说长时间带下来，这恶习的文化，这恶习的本色，拢爱清掉伊。所以谈民主，有一个叫转型正义吼。吼、哦，这个那我来负担的时阵，我来负责任吼。吼、哦，这個、当头，这個、大头就当了啦。台湾的时候无经过这个转型正义啊，观念有观念呢，社会有文化有。第三呢，伫外交部也有，
你小狂暴来的也有，迄狂暴罗马杀人是五百个啦，伊用一个公司啦，公司呐专门工厂哦，用废气、用废物、用废毒水有无？你无半步呢？用啥呢？用黑道去揢工厂，结果你来处理无？马紧呢？迄毒水哦，用啥呢？用高压。把灌进去地下，人也不开心哦。用高压打到底下，底下有那个水纹，你知影吼？会流流流，啊！你拍纹就流遐去啊。所以把这个砖头，伊咧像古井的，啊！甲这个水遐吧，吼、哦，阮这从日本时代就啊，真拢无问题。唔啊，怎么有问题啊？当然有问题。迄、那个人灌了毒水，你唔知有倒是照水纹伫来啊？迄有恐怖无？但是呢，国民党无咧管这啊，应该引进啥呢？迄财团有毒的物件，一直引入到台湾做。其实咱台湾，干靠啥呢？干靠吴延聪的咱就做生活。我看咱身上，干日本、美国竟然敢销路，足足有余啦。人民靠伊死啊，那个平呀，因台湾敢借酒讲货，遐人过来，货偌济人过来，怎么样？迄西街拢无放假赛一大堆啊！应该做厉害一条龙，叫遐港资、中资，甲咱各游览所在先甲你买啥呢？买饭店、买餐厅，较贵来甲买哦。伊安那呢？因准备长时间投资啊，所以较贵来买。我讲迄个玻璃哦，南投玻璃，咱在座有玻璃的无？在座敢有玻璃的？带着玻璃的，遐有一间饭店叫普正吼。做大件的做好，我两捌你大过啊！即马听讲中国话买去啊，爱是无爱买哦。讲凊彩甲讲讲的，嗯，啊煞升高啦。伊凊彩讲哦，迄数字哦，我即卖讲出来对哦，啊煞升高啦。你要想因买遐，就是安尼，所有的因咧阿拉来住伫遐，拢应该是赚的。吼、哦，爱、啊、餐厅，迄、那个即马游览地区餐厅能买，讲白紧嘞，精品店也煞买。各类呢，游览车也煞买。顺过来呢，游览车用家己中国人的公司，吼、哦，啊个来大饭店、游览区对搭，拢用家己饭店，食食的餐厅、精品店用家己的。咱台湾趁啥？各位，咱台湾趁一堆呢，迄树林夜市啊啦，公园六合作夜市啊啦，买一盘四五人食的迄啦。你熟悉呢？伊讲试试看呐、啊。这个好吃啊！我们买一盘四五人吃起来安尼啊，咱做碳黑啦，迄叫蜡米啊，你知影无？迄、那个规罐的吼，规罐的就对啦，拢因咧碳一条龙。啊，咱台湾人碳迄个蜡米啊，这个马英九的时候一直改讲，吼，咱迄、那个大龙遐中国摕过来，中国咱就碳无钱，是要创啥？结果相反的哦，因家过来是把啥呢？把澳币的这些人客吼，作赶走的，因遐卖高烟，他们在中国做迄落干饭店啊。啊，所以咧，才讲阿拉大爹因都无爱啊。啊，即个即个恶性循环，你知？因遮无信，啊，无来靠阿拉个是嘛？阿拉个小资呢，人济啊，我爱介绍了讲得来。那必然呢？啊，不然五千算收了四千的介绍，愈来愈落水了。所以哦，得到遐，失到遐，所以澳币的，咱本来有澳币的水准呐，后来中国起来啊，现在落价了，对了，降价落来，得不偿失啊。但因呢，家己唔知啊。你看你啊，讲骂咧，讲话吼，咧答话吼，你气死人就对了。人家讲黑，人家讲黑啦，哈，就先呢。所以这个政策，你台湾政府的时候，老实讲，要对小孩子来讲，做些不公不义的政策的时候。要改真济，连教育也那样死啊，对不对？教育最成功啊，讲讲话讲讲二八迄微调去啊，哈，白色恐怖都讲袂得死啊！哎，奇怪，这历史拢安尼，历史一个事实，当然你唔能回头去看，好你看是啊，做个经验咯、啊。你过去历史是安尼，你唔能够学以前安尼，但是历史是实在的存在。你只要不要把它扭曲嘛，你今仔日是，趁你用这款的是免扭曲的，
这是咱无能接受的。好，现在哈，一点我要其他时间哈，让各位看一下哈。哇，煞袂叮当啊！哇，哇，唔是啊！好，来，有，开过来吼，好，各位看一下吼，白色之恋，足济阮遮的青春，身体拢去伫个所在咧练吼，伫遐咧练功夫吼。伫咱洪山遐有一个，我看伫个海军现场，即家用水楼啦，即个所在特别的做水楼，吼，即个所在，吼，即个所在我无去过啦。哦，都好在有无去的所在哦，这无去过。那这个所在哦，遐我是待足侪时间伫遮喜来登大饭店，就即马盖伫个承德岛咯，或者是即马咧丽华苑边海大样吼，伊即马盖做喜来登大饭店了。原来迄个国防部军乐局、甲警备总部军华处，我拢做伫大遐，就喜来登大饭店了。哦，即我伫遐待过了当年吼，喜来登家吼。过来即个情报处的担保关系哦，即个所在足特殊。伫日本的时阵，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阵吼，伊即个所在叫情报处担保关系。担保关系吼，就西林南路恁若伫遐知影，西林南路即马双子林甲万年大楼遐，恁若到台北较清楚了。我刚才来伫遮时喏，伫遐地下室地下室，遐地下室吼。下骹还阁地下室，三更半夜拢有惨叫。哎、欸，我伫地下室个呢，啊，阁看看麦，哎、欸，听看麦哦。吼、哦，阁地下骹呢，下骹还阁地下室啊。吼、哦，慢慢的时阵哦，阮含遐老兵啊，因为阮迄阵啊二十几岁，你知影无？啊，老兵看阮只高音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拢含阮只高音啊，就讲实在话了。遐老兵安那讲，你知影无？就是伫这个。即、这个东本岩寺即个家，老兵讲啦，也唔捌字嘅老兵啦，伊讲啥呢？伊讲你们现在哦，吼、哦、还要去做笔录，什么还要去问话，以后还要审判，这么啰嗦。以前哦，都在布袋啊，布袋你知冇？装在布袋里面哦，完了掐死一个五块钱，掐死一个一两五块，吼、哦，还动作煞比出来了。真正是安尼，就是用部队要互看三人甲掐死的，你知影无？连心魄都废去了，人有够济嘛。所以用部队整整的吼，安尼甲掐死，啊，就弹起你迄个卡车，从载一队来下淡水溪啊啦，规车都啊弹掉去，整个弹死滴死个安尼啊。迄个时代是安尼哦。所以今天大家上高级课、高级班。只有我有这经验，也是从这边过来人，所以利用这个机会让知道国民党通敌咱台湾人是这个，是偌济人惨死啊、惨死啊，偌济人叫无爸爸、找无爸爸啊。所以过来有时候我们流眼泪哦，咱你小的那批人来看呢哦，无咧讲人道，无咧讲法律哦，我先呢。所以你这个东本岩寺这个家，遐偌济人惨死在这边呐、啊，东本岩寺。所以因咧惊，惊人讲迄个继续留咧。诶，人德国的心哦，迄、那个麻醉师犹太人咧，啊保留伫咧。过年有机会看的心哦，联军强迫保留伫咧，即摆做影片很夯啊。待到回顾几处大战的心哦。迄、那个犹太人安那，德国用迄个瓦斯闷死啊，迄丢出来滴个。但是国民党呢，把家拢赶紧毁掉去啊，惊人后壁个恶啊，拢毁掉去。但是还好啦，有几个所在吼，你毁袂掉去，就是绿岛，一个就对了。你即摆建立吼，建立西龙桥、秀龙桥也卡呀。迄、那个人权分区啦，我俩到尾抵达遐，我第二次受审判，就成绩袂歹，我本来判12年尔，
成绩未歹，佮加三档落，变十五档啊，成绩不错哦。所以我十五档，佮来先吼，咱保密局啊，恁也在台北较知影，台北桥的右侧，吼、哦，这木修啊，财产的木修来啊，就是这个顾炎碧霞的高砂铁工厂的改造的保密局。恁也在台北知影，恁也阮南部较唔知影，伫延平北路过台北桥的正手边呀。有一个迄个高砂铁工厂，迄叫做保密局北所，啊，佫是南所，佫一个南所吼，你看一个南所，哦，南所你也看吼，伫迄个因为老总统附近呢，飞接一下新闻的酷刑的这南所呀，因为保密局人作证，来安溪军营干部，小等我你看几张相片吼，恁唔捌看到，我可能互你看一下吼，安溪即卖佫新店安溪呀。就军家也分仁义礼智信五家，到尾信家家照警备总部，就是阮买旗的时阵吼，伊开始要起迄个秀龙桥遐，我头先讲的人权园区遐先咯，阮暂时照过来这边，我伫西山的所在，啊个要扯衫裤，我阵啊移过来遮，另外一波人啊为台湾干嘛去？就屏东迄个台湾，所以以后呢，伫1970年2月7日。有发生台湾事件，就遮个人伊遐，啊，我呢留伫这边，我呢按分这两边啊。你刚才无你做伙哦，甲你分一边，当一边分会使啦。啊，我就分伫这边，这边干干吼，给你看吼。哦，你写有无？这个70年有无？台湾事件，吼、哦，先从你这个所在有无？这里都以后甲集中来遮啦。仁义礼智信，来，我先留你看一个，迄、那个。佫过来台湾有无？台湾事件，70年2月7日，我都讲过有无？叫台湾事件，遮个人拢枪决5月30日。我若为着要救这五个人啊，伊阵啊一个来伫迄落伫秀龙桥迄边遐，你若想我写一张迄落三转四转转了美国要救因啦，但是呢，人啊拢有时运啦。迄年的4月24日。蒋经国去访问美国，就是伫遐，和迄个吴文雄甲电视台甲开枪甲设定无死。4月24日，因台湾2月7日，讲阿兄，这蒋经国无拍到了，当来这五个人一定枪毙的，到都到，就是迄个因5月30日，啊，蒋经国是4月24日，伫美国访。清查无对的，结果回来，啊！这个不是蒋经国，蒋经国迄阵是行政院迄落副院长尔，是因老爸蒋介石用红珠笔甲批啊，对不对？批讲的是啊枪毙，讲无讲无甲送去绿岛了啊。结果老蒋的把这拢红珠笔用批，这个批的文官有看到吼，老蒋的亲身批，这个啊枪毙啊，就这样，就台湾事件。新教授到尾呢，村里我爱来这个所在，叫仁乐教授，伫对单呢，土城遐啦，伫土城遐，吼、哦，到尾金碧看守有无？金碧看守就是68年的时候，金总，阮谈到大有无？迄个青岛东路3号迄搭遐有无？是来登遐，是来登遐，到尾就来迁来遮嘛，叫金碧看守，即嘛改做啥呢？仁冠分区。所以阮三五也是有咱落去，等于咱个故乡看看咧，看较进步无？在即个人权园区呀吼，我那坐在迄个大棚顶、大平顶去台下，较过坐车入去吼。我是过去个资历啦吼，迄、那个初期我拢甲午战争吼，先讲咱无时间然后讲些吼。后来谈到即个，互恁看一下，即个白虎旗个心吼。就当初大清帝国把台湾配合挂大日本帝国皇帝的时阵呢，就是啦，迄个藤井上人啦，吼，因做伫即个用迄个蓝底啊黄虎旗，用叫台湾民主国国旗啊，第一个亚洲共和国第一个伫咱台湾，你知无？所以藤条标志黄龙啊，一个黄虎，吼，即黄虎了，啊龙虎兄弟嘛。所以那一个尊重清朝就对了，反对我们挂号日本的，哦，对不？龙兄虎弟啊，所以这把这个国旗甲军，
流落伫三人手内，毋知影。但是差不多五十当前，迄阵有人甲讲，流落伫较早省议员李万金遐啦。吼、哦，因为李万金孙啊，含阮伫内底啊做伙过。但是到尾以后听讲，即包毋知有对伊啊。吼、哦，即包就对了。即有意义无意义，咱毋知啦。台湾民众有起来，我也主动甲找看卖，即包倒位对伊。吼、哦，就曾经咱台湾第一个。台湾民主国的，但无几日啦，伊就走路哈，那个走去中国大陆去啊，吼、哦，这个伊就过来吼、哦，好。就刚才我那咧讲迄个初级的时阵吼、哦，我们把台湾近代史我拢讲，我即袂咧讲几啊几百图，你毋捌看到？这是我找了去参加联合国有无？我伫联合国抗争啊，我咧看，我在联合国抗争，吼、哦。我记得记得我啊，迄阵还个少年吼，对不？哎、欸，较早的时喏，来个较早的吼，来，我等下仁义内地信啦吼，上外交那边哦，仁义内地这边地哦，这边新家啦，吼，仁义内地有这边算个，这边呢，第一个感觉，第一边，伊即在从个箭头啊，五级四连呢吼，仁义礼智信安尼就对啦，吼啊，中起来中央台。所以你来看哦，上迄边遐，较早雷震啊，雷震恁知无？雷震吼、哦，为了写《反攻无望论》啊，伫中国半夜刊写《反攻无望论》，安尼个你也判十当啊！伫这所在遐，管理刀枪遐，过来哎，第二个遐是叫做马成峰啊，迄、那个刘宝玉玩啊，刘宝玉玩，那现在来冲啥？那个不判刑呢？因为是立法院的时候在提案呐，提什么案你知无？就讲非礼张丹贤以谢国人呐、啊。哎、欸，该讲是为什么？这历史三国时代吼，为了叫做啦，非礼张马术以谢国人。你马术以前带迄个几十万军的时候，迄、那个苏联迄个坐车啊，甲炮排以前甲你选倒来啊，哎、欸。遐军队亡去，你做了将军，甲你走倒来，所以迄、那个孔明的心哦，目屎流嘞，爱斩。今仔日就是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马里布是刘邦伊讲，单行遐几十万大军伫台北，哎、欸，啊，战败叫伊选倒来，所以刘邦提案讲爱吼，非礼斩单行以谢国人啊。但伊毋知影单行啊，老蒋有啥物关系啊？所以提案的心哦，不但提无成，伊又掠起来。总要哭起来，啊哭起来，做伫这个所在遮吼，搁过来，遐就是这三人咧，较早，迄个蒋纬国才知影嘛吼，做增加苏联的心咯，迄个副苏联啦，迄副苏联陪咧上啦，吼，伊伫乌克兰时阵吼，就讲啥呢？把战车开出来，伊伫苏联台，就底下吼安尼讲就对啦，要从迄个老蒋啊，较早咧师师北伐。你若看到老蒋的师师北伐影片，你知吼？伫咧司令台讲到吼，嘴甲全拢破有无？师师北伐，无代无一个副司令吼，迄、那个赵少华叫做赵子华，伊来要学蒋经国，不蒋介石个咧啦。伫司令台吼，吼伫遐喊，那正下要开始那个台胞冲啥子？拄啊一个迄个因个葡萄官吼，迄边官都走起来为前家蒋起来，总个压掉咧啦，对吧？无迄阵啊，那革命成功吼，当然老蒋也后代啦。好在伊个命保掉咧，伊毋是要反老蒋诶，要啥反遐老贼。所以如果要反遐老贼，所以即条命较保掉咧吼。落迄个增加副司令，搁过来这边，落隔壁即个家，就是迄、那个，较咧婚姻馆的馆长，迄、那个苏迪芬因爸爸叫苏东克。在你婚姻面，你就知啦。当初伊要选馆长，那选不到了时阵吼，后尾有一年，作阵当兵啊，礼拜拢出去走路六六十，无像我即摆周休二日诶，毋是，在遐就暗时啊就休假，所以无人走，袂人走远啊，啊拢伫后尾走六六十，啊就一挂志同道合诶啊，吼，就讲这国民党是走路，总在讲个下代话哦。讲无安那呢？用迄个好个迄样诶，迄个军令哦，起来甲武安呢？但讲好哦，就是安尼啦。
我要找一个有名的，较有名声，讲找苏隆克啊，伊选过馆长啊。我苏隆克点头呢，讲好。但是讲，啊，我是地方的尔，啊，全国的啊。因想讲要找啥，找高教授。哦，高教授，咱这年轻人唔知影啦。当初是吼，东华人士第八交易的台北市市长选到的，吼，就高教授啦。所以咱来讲，找讲好啊。结果伊讲啊啦呢，伊讲吼，那电台站起来了。是要发声吼，伊较出来，伊较保守啊。因代志发生的时候，叉叉叉，就是迄个高玉秋啦，叉叉叉呀，我唔敢写伊名出来。但是阮刚刚做，我那知迄叫高玉秋吼。来，另外这张啦，就是即马人情园区啦，较早遮就是这边生产工厂，这边咧挖沙，啊顶悬落咧困的，搁起哩有那披沙。另外，披衫披伫即来遮，下晡时啊，衫裤来打了，收起来，阮伫遮拍篮球啊。啊，这边洗衫，阮这边做衫，来做衫对抗洗衫。啊，我穿的是做衫，迄只做衫裤，我伫内底做衫裤。搁把件呢，搁迄阵啊越南吼，金币总部印50,000领，迄个帮打，可能钱俗的款啦吼，阮的劳工俗的，印50,000领。拢经过我的手，因为我一台商店要专门负责这啊，50,000领拢经过我的手，就进来遮。安尼做完呢，就出来遮来拍球啊。所以你讲拍球，迄个时阵呢，就是1971年，偏告诉你1970年造出了的时阵哦。我利用这拍球的时间呢，把这所有人的资料，拢啊记入脑筋内底。暗时啊，人咧困，我无咧困，来写，来写，来写，来。就时间甲运出去，运出去到尾啊，那呢？第一次无成功，但是人无甲出卖，代理外口，我叫佮用一摆。第二次成功用出去，为日本报啊，敢呢用用到送个日本，日本送个美国，美国送个联合国。所以我成绩袂歹，佮加三档就先来。哦，我本来十二，佮加三变15吼，谈多些。这个所在，吼、哦，我就利用这个家。啊，做伊唔知个代志哦，所以这段讲了，还佫一段时间啦，因为咱时间无济吼，所以我无能讲足清楚。先来佫介绍这个就是姓家啦。我阵啊有物伫讲吼，是西沙的师傅吼，去卡梅拉家翕的啦。这张翕起来，全世界都个这张尔，唯一一张。这张的时喏，送到美国，干我这张尔，啊，这无一张吼。因为我咧洗衫吼，爱请外口的师傅哩啦，唔是普通洗啊，为你着洗个，要创啥啦？要用啥物金蕉水啦？要用啥物油来洗啊？都外口师傅啊，所以请一个师傅伫大乡吼，都有时我哎师啊，你看嘛，找一个翕一个相啊，用好啊，我给相机来啊，可以外口请的嘛，所以叫我去楼顶，我这楼顶你知影无？爬去楼顶，徛伫遮翕个吼，端人鱼在地下哦。这镜头出了够好诶！我唔知影这张诶先咯，用个美国大公哇，这张来画一张尔尔，无第二张啊，伊安那呢？无可能过你翕这啊！住我伫迄个时阵伫遐翕遮，吼、哦，阿、啊、连要中华业，到尾则唔知影佮派上用场啊，对不对？陈文贤基金会看到这张诶时，讲啊，这张来赶紧，吼、哦，互你用面子勿紧啦，吼、哦，就这样。啊，即个我还做少年，你去看吼，当少年家嘛，伫这样。哦，这料出来，阮迄个个空枪也是呢，所以招来一个画法，这是迄个荷兰，咱就做了总干事吼，甲真对咱台湾有真大贡献。个阮在白宫有了，白宫只新闻处的处长出来咱接啊。哦，阮迄阵也是，你看我迄阵少年吼，哦，迄阵少年，迄阵啊去美国空枪的时阵吼，老实讲吼，迄。头壳来顿顿呢，即马较知影讲，啊，中国喊也无关系啊啦。原在美国时阵吼，伊两个了先，佮走个中国大使馆，你知影？我头第一张迄台有迄个报纸，迄个阮走中国大使馆啦。中国大使馆遐走了了，走一个啥呢？迄个美国乌先的吼，伫遐过门啊。我是讲，我是单来啦，啊，要控制书吼，伊接接的吼，搭交换安尼啦。即马回想吼，吼是够戆的啦，感觉愈见笑。啊！中国含什么关系啦？啊，那你可以控制什么话咧？
啊，啊，以前唔知啊。以前如果你中国方面即个有关系，一直吼讲吼，那无要甲你拍，要甲你冲啥货，好，所以咱就抗议了。但即个唔对啊，咱抗议对象都唔对，伊含咱连一点关系也无，抓头抓尾也无伊个名，也无伊字啊。啊，你家己定诶，好，最近家己定呢，十当前家己讲反分裂化啦，十当后今仔日哦，因伫安全法内底第一条第十第一章第十一条啦。好，把咱台湾立难做呢？好，讲啥呢？为着咧维护因个国家的统一啦，好，为着国家的主权啦，到为着国家的统一的时阵哦，恁港澳啦，包括台湾的人民，甲咱全中国人民，拢安那有迄个义务啦。好，你讲社会一大片呢，啊？咱即摆来讲个先吼，你看唔甲苏联立做伙啊？苏联人清朝啦，拍一干两百几档呢，那叫你讲无苏联啦，恁嘞？阿爸讲啦，黑海、里海呀、伊朗啦，恁来呀？那派了两百几单官调，派个忽必烈有无？哈，因在派个呀，你们工作是拢拢恁来啦。所以台湾的清朝大清帝国永远割让给人伊啊。家电讲清朝是恁阿公啊，恁阿做啊，嗯，啊恁来做保守家，佮讲迄个，你做留着一个纪念怀念啦。讲咱阿公哦，住一间大楼呢，对不对？101大楼是阮阿公爷呢，要拍摄你住会当安尼尔。但许许烈的挂火狼一样，李主席永远留个怀念。大清帝国含民中华人民共和国、中华民国，迄、那个关系你把它弄清楚。所以今仔日咱各比各位心哦，二月二八过啥呢？到底1945年一月十二，你拢把咱所有台湾人士来遮，不得本土的，包括日本籍的，你规拢哈南邦把你改做中华民国籍哦。而且一个是安怎呢？意思讲，家本来就是意思中国这个的，那你和敌人去占的，即马恢复原来国籍啦，笑死人啊！嘿，原来国籍，你1912年是中华民国诞生的时阵，诶，阮就是日本人啊呢！你中华民国打出世两年，阮就是日本人啊！你打出世两年呢，阮靠原来你的籍啊！一张行政命令写到我厝边就是安尼啊，讲要恢复原来籍啦，啊无恢复阮大清帝国啊，无阮的籍是大清帝国，阮那是中华民国啊。你若讲要恢复，啊恢复清朝啊，迄讲啥话哩啦？所以咱今仔过美国第二次过，第一次是2006年10月24日，用啥呢？用战争法，用国际法，用人权法。用旧金山合约各立美国，因为中华民国是伊毋是个国家，是流亡的，他没有合法的领土，台湾、澎湖都不是他的。那为什么你美国支持？甲过来干啦，一审二审，即马个人耍咧，咱顶顶个月个性哦，国际无经过阮的同意啊，即违反国际法。你美国叫伊来管理的事，你有授权敢改国籍？也个无呢？美国若讲有，你家己你美国违反国际法啦？哎，当然讲无啊！啊，事实若无，因为当初英国、我国、美国拢有抗议啦，讲你搞不要规拢改做国际唔对呢。但是呐，二次大战之后，全世界乱糟糟啦，所以我拢讲到这来啦。就我说，利用这个机会，利用这个空档，总给你撑起来啦。但今仔日有咱的秘书长发觉到这点的时候，马上提告。这个提告的时阵吼，当时呢，咱2月28日提告，3月7日，美国法院收件、接收件、受理这个件就对了。然后3月10日就寄啥呢？寄配合美国美利坚共和国啊，个啥呢？共和国啊，个中华民国外交部收的啦。迄个件收到吼，伊那登了啊，特别看看嘞。看看到落到嘞，吼、哦，当作我无看迄款啦吼，啊，你叫看看到落到嘞，然后假行美国法院啦，美国法院讲，啊，你有收钱，你有等因啊嘞，你搁甲偷看，看你甲落了倒转来，美国好好好，我对你啊个答复，你无答复就缺席判决，啊，你看这我对吼很精彩哦，很精彩的是中华民国，你必须发动所有。法律人才啊，就这位看面的大富翁，
对不对？啊，无你缺席判决，你够邪呢呀？你敢别偷看看那个驾照回来，当作讲无收到你啊？哎，判决你有等于那就准收到啊呢？哦，这是挂号的呢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很紧要关头啊，各位也让来参加台民政府。你不管外靠安南讲啦，美国对咱唯有对火单的台民政府，不是中华民国内底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弄死，因是一个政党内底念的政党，而且佫唔是一个国家，你知影吼？中华民国唔是一个国家，美国全世界先进国就是中国念啦，一个中国政策完全呐拍历史足清楚滴个。即一个中国政策，即中国迄边嘛，唔是假嘛，所以中华民国既然唔是一个国家，美国全世界宣布它不是一个国家，台湾人民主权独立国家，安尼要安怎？所以美国就按照两个个诶，你升级要处理，你部队升级卖，啊把中华民国政权看变安怎？即新闻证哦，较慢的袂用起啦，来用咱本土大人新闻证，有人在场无请新闻证的无？光阴线，今仔改问你，光阴线如今炸如何？你卡办的未对付未查办？这个新闻证是美国相有关单位叫人签的，你将个怎样签？一个比人较厉害。伊讲你火箭所签在日本时代用手抄手抄本的，你那数控你那从我这，你签你家己落啊？啊那？在1945年9月7日以后的，佮出事的，你爱请恁老爸，啊无请阿公阿妈的，用手抄的哦，你爱记住咯，怕热了唔是哦。嘿，咱美国是足清楚，伊知影日本哦是全世界护证政策啊，护证政策全世界上牛的啊，日本呢，所以人知影，你讨一点乌，所以各位，这美国人家爱请。你也要分别，你别做中国人、台湾人，就凭借证件嘛。唔是你遐讲台湾人，就是你台湾人嘛。今仔民进党诶，你讲你台湾人，无对，你遐讲这个话啦，咱讲红话相像啦。大歹势，你证件摕来看嘛咧？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人不是台湾啦，阮客家是台湾啦，要收钱呢啊？唔是遐讲这个话，就叫台湾人啦。哪咧送盘的伊那是？送盘的遐讲台湾人呢？所以各位得搞清楚了，克里米亚迄阵也是乌克兰的内底百分之66%讲苏联话啦。嗯，爱讲啦，你对的人啊，我克里米亚，伊讲我苏联呢，无得公民投票嘛，一投就投输伊啊。人这啊，今日中国是用这個、人一个侵入来就是安尼啊。无怪前几日董妈，董大妈遐啊，讲因了30几万人有结婚的来，遐来过来两个阿母个生两个囡仔。百万大军就对了，所以中国的迄个做来支持国民党诶，就国民党遐拿军讲你要害死哦，啊，你卖讲电话较好，你讲咧到底对不对？这票源都无伊哦，这是安尼，因咧想法就是安尼，所以反正来讲，未来咧无选举，咱甲美国讲，选举和那些恶习文化必须啥呢？必须的阿伯兄弟姊妹，为了咧选举的事，我要支持这个，我要支持哪？和咱家庭袂合，我太太刚收了钱，要倒回来，讲歹较歹势哦，就是真正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因为先生出去食头路去做生意啦，太太伫顾厝里啦，因知啊，挑啊卡来找，拢找着太太。讲你三票，啊无七票给我了嘛？五票，我两票给我了啊？哈、啊，专门该买收这啊，钱计也给人钱，小人还知啊，无倒个袂使，所以倒出来奇怪呢。啊，为什么这类输看的为什么拢输，拢懂得赢呢？这足奇怪嘛！哦，好，因为时间的问题，稍等下哦，还有一个分组讨论了哈。啊，有人稍等下哈，宣布哪一周的对子啦？分组的讨论，我以前的高雄市委员哦，来下课了，我来去抄一下蛋啊，当各位啊，啊，今嘛给了外面啦，我不知道高雄市什么人哈、哦、来负责迄个研讨会，这个研讨会真重要。对国书内底遐看人，恁的学生，恁的希望做啥？恁有啥物注意？恁有啥物特长？有专长无？列入记录，以后先吼、哦，要分配公务人员的时候，恁就派上用场哦。来，以上多谢各位。